今天我们是来那个试，试拍一下那个各种。哎呦，靠腰嘞，专业一点好不好，不要自己吓自己。没有，他这个超重，原厂的吧？一公双凸啊，这是什么 B16A？ 不是 B16B 哦，没有 B16A 啊，那个胶条那样嘞？没有啊，这边那个孔亮亮啊，没有，他这个不见的。如果你有买这种200块、300块，这个要去哪里找？指定，不要是我就挖他的电瓶，对啊，那个实验的那种，你要那种厚的面，换过水箱了没有？带两次，多快就高。以前那个 K6 K 什么的，水箱就这么小，对啊，就这么小。那他的冷气冷排也有换大吗？看起来像没有。但水箱有，难怪我的水有没有？水温都很低，水温都超低的啦。这样没败啊。它原先是黑色哦。我这个上座这个内侧怎么都黑的？对啊，这还有防火。而且想想换蓝色的细导线。嗯。哎，这防滚笼是 Costco。哎，它装很多这个。它装很多这个。后来装的。那个叫接地线。哦，那边那里面也有。对啊，然后水管也换过了。要慢慢走啊，好啦，可以盖，慢慢走，可以灌盖子了。哎，这感觉那个。压力发动一下。蛮大的哦。这感觉行李箱都有到那里。超大的，好不好？还可以收那个。好方便哦！哦，真的很大哎！哎，这后面这是后拉杆是什么东西？没有没有，放那个的，放这个啦。哦，爸爸跑到床上。这个压应该是后来才加的吧？360度。这里面可以载一个人呢，可以塞一个人 ，OK 的。对啊，妮来。你来，叔叔抱你进去。进敞篷就对了。对。收起来，所以。之前为什么又被人家无端的加价？哎，没关系啊，反正也不会了解就好了。不会了解，对，不会了解就好了。好，看车。对啊，上车发动，为我们展示一下。我帮你处理。不用，你发动，快点，我要录。哎，他椅子是不是？是2000，冷清的椅子。对。是改上去的还是？改上去啊。哦。这比之前的 K20A 那个刚才更好听啊！哎，这个是什么尾段啊？无线。哦，原来是无线啊。对，无线的尾段。哎，打出去试一下。还要开出去。还要开出去。对对对对对，这就是标准的无线尾管。没错。标准的无线尾段。这就是因为没有洗车嘛，一堆那个。对，没洗车。昨天才那天清回来，没帮我洗。我要走到车底。那你原本要考虑要买的前一两礼拜，我在店里看了两次，而且都是红色的。他都从成功路，然后右转新民路。但我没有机车啊，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台。绝对不会，可能因为这是个出来中。大人啊，大人。他搞不好特别从开回来台北来整理什么。干嘛呢？他的料车在那个台南啊。什么是料车？他要买一台料车啊。这台原本的引擎，是那一台的，他要移植过来。我跟你说，这台是 AB 车的意思。没有啦，因为他买了，他多买一台料车。
嗯哼，因为里面可能要拿它的引擎跟它的一些内装吧。嗯哼，反正就两台车凑成一台。好，我们要上路试一下。你要试开一下了吗？对啊，试开一下。好，我录。好，往下，先走。走，这样先走，先往左转。没车，没车。还打方向灯，这就很久。封闭的停车场里面打灯给谁看，知道吗？不是很大声，但是我觉得那个是。来，妹妹，你比较喜欢爸爸换这个红色的还是白色的那一台奥迪？白色，你比较喜欢白色的。他选奥迪，你一定也是喜欢白色那一台。他选奥迪，他们都买要白色那一台。你比较喜欢白色、啊、还是黄色？好，讲借下巴。黄色跟白色还有红色，你比较喜欢哪一台？借下巴，我就借一台哦。红色。红色，你确定？下巴哦，多少钱知道吗？3600。我想要先把那个。贵啊！哇，你给我车钥匙，我要先把。好，那还要访问什么？你今年几岁？你今年几岁？你三岁了啦，每次都回答两岁。你现在几公分？消费。你现在几公分？啊。拜拜。给爸爸面子哦，姐姐不跟你好了，这个我老婆还没小心哦。哦，是哦，他这个是给你上下。好，来来试驾一下这个 OMP 哦，改一下。我觉得那边可以扶，还不错、啊。你的这离合器蛮 Q 嫩的呢。对啊，本来就这么软 Q 嫩吗？知道呢，因为他有换过中级，他有换过密集，再加上那个。不是 mix 问题，可是离合器压板不会弹，不会很弹簧很硬。那轮胎不知道配什么，不敢开太快。哦，但是避震是还不错、哦，感觉是原厂型的避震，就不至于到很死硬。跟子好像不错，好做哦。这边藏了一个人，好了，行的。假装。哈哈哈哈，你到底录哪里呀、啊？没有路人。好了好了，试一下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巴库，哎、欸，这敞篷，敞的感觉不错哦。哎呦！漏气，一进到底的漏气，这是还是要补一下油门，不能光放那个离合器。也不错啦。小赞会开吗？好。哎、欸，这个会吗？这个防滚笼就在头顶上，不是撞到了吗？外观的胶条什么，一定要上一倍。这个只有美国有。不会啊，这个是。来，你开开看。你要开？你不，你要坐。我叫你开开开。对啊，我坐。哎、欸，我再带他绕一圈哦、啊。来，那你帮我拿着。你帮我拿着。
敞篷车的感觉。但这个很拉风，对不对？很拉风。咚咚。前驱。前驱的感觉。在人行道不被停。哦，因为我最近也改这个螺丝螺帽，所以我才知道说拍照的那个。哎，对啊，怎么了？我们的车也可以改。哎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改一下？可是都可以改啊，都可以改啊。他被人家拿把手，蛮屌。我在你们叔叔啦，叔叔在好不好？这样拍照好方便哦。